你好，你是 rap 教练。你好，你好。我给你带个秀。你进来应该需要 rap。没有。我们也是当初唱了一下。你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。好。好，老师，我让你跳舞。因为我没有东西送。不用送我。我是减肥。减肥。我刚刚给你，我刚吃过巧克力。老师，我知道就是大家都在跳舞，特别累。怎么了这个？我之前想要买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叮咛，因为这个特别好用，我也在用。真的啊？对。谢谢你。来的最好的状态吧，谢谢。我是这次的舞蹈教练徐明浩。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到他，然后知道他舞蹈，因为其实我的风格一直都是比较女生的，可能训练生的风格他会更加知道。小八应该怎么叫？小八吗？叫我小八也可以。他是 breaking。对，我是 B-boy 出身。B-boy 出身，非常厉害。可能表演经验跟男生团体比较不一样，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综合我们彼此之间的意见，给一些训练生一些很好的指导，挺多的指教。那就欢迎明浩加入我们芭蕾舞。欢迎。你们之前排舞的时候记舞步是比如说几个小时内把它记完吗？还是分天？这个要看这个行程的紧迫感，但是应该上场前会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。虽然学完了，但是会一直，比如说，就是要发单歌之前会一直练习。他们要教给你们的就是这些道德，团体道德嘛。是，就是在主唱，比方说我们有一首歌嘛，比方说 I love you， 对吗 ？I love you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人在唱的时候，别人不能没事干嘛，是吧？你比方有两个人都唱唱的好，那肯定是 I love you, oh yes I do。唱那个 delay 的效果，对，副主唱就 delay 的，就是 delay 的。哦 ，delay。对 ，delay 的效果就陪他。什么叫智慧担当啊？就团里面最聪明的。是我们认识的一个高友哥。为什么你们都认识？练习时间长，六个月。他们的练习时间是进去。之前你们是都只看脸吗？所以你们团体里面有分门面的，门面担当那他舞蹈跳得很烂怎么办？模特学院是模特儿的学院。但为什么打了歌之后他们就解散了吗？是认真的吗？这里，我做这个好。这你不会乱吗？等一下可能要毛毯，等一下有桌子吗？对。一组上来有四个，有时候我可能忙到只能看两个，或者你看两个，刚好我们可以综合。好的。然后我们再综合我们的意见。我们可以在发表之前，我们先讨论完。如果讲太多，你就这样。反正我们就要互相辅助。谢谢，吃了，吃饱了吗？我们坐的腰很酸，真的是。你可以这样吗？这样子。平时就穿着，不会这么鲜艳。那九令老师有什么样？鲜艳挺好看的，怎么办？我没有任何疑问。好看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你的表演。OK。平安健康，嗯。哈哈，祝我们新年快乐。好，平安健康，拜拜。
身体健康。这眼镜太抓我眼球了，为什么放在这？新的流行吗？下次要这样穿。你实在太可爱了，我觉得你的笑容非常感染我，从头到尾我一跟着你一起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还不敢。可恶，竟然不是送给我。对啊，好生气啊。